赵小人呢，其实我有叫他算了。今天呢，我出来呢，除了唱歌给你们听以外，也是来挺他们没有错啦。但是我个人对于一些小小的细节，我想跟他说清楚。你知道人在哪？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来来，你上来，你来来。好，你说什么？啊、欸，我都还没喝水，你刚刚不是已经喝了吗？我还没喝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有趣？好，我先喝一口水。好，对对对，大好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谢谢谢谢。不要这样说好吗？超。好。低调，乖乖。我觉得很奇怪。什么事？台上的人都很热情。是吗？嗯。keyboard 老师、bass 老师、鼓手老师、吉他手老师，还有大提琴、小提琴。哎，怎么跟我去年用的一模一样？真的假的、啊？这是什么回事？还有，你刚刚是唱的什么？剪碎了吗？还有什么？刚刚讲英文。对。怎么那么巧？我之前都唱过耶。剪碎了吗？我是在这边唱的，然后和那转运歌我是在另外一边唱的。你怎么？哪个地方都可以，就是跟我刚好唱的一样的。所以你是觉得说我在模仿你是吗？是不是有？我在抄袭你是吗？我跟你讲，绝对没有这种，绝对不可能这样子。那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不一样的，我有和声老师蔡晨，跟你不一样。那你没有吧？我有。啊？这张院长、小郑老师也没去啊，对不对？小郑老师，话说对啦，可是那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不然怎么办？大嫂算赔罪吧，对不起。你要怎么跟我赔罪？那我们就这样，重回我们以前，大家开开心心的时光。我觉得你可能要叫一些人来，就是对我阿谀奉承一下，我才会唱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好，那我你一个人，我觉得可能不够。虽然你已经够帅、够性感、够会跳舞、够会唱歌了。好，那你要怎么帮手啊？这样子、啊。好。这边找，好，抱一下，我找我兄弟上来。洪正，洪正在哪？洪正，他在哪里？洪正，好不容易，在我兄弟。洪正，他没有来吗？没有来啊。还有哦，那我是大嫂哎、欸，那嫂要跟你同升级的。香香吗？还有没有？周瑜。周瑜。黄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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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牛。周瑜。黄牛。黄牛上厕所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来龙，来龙，来龙来。曹操，曹操。曹操。我去厕所，等一下。哇，去拍戏啦、啊！真是的，没义气呢，也不来验团，然后又迟到又早退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耶耶耶耶耶。哦，好，还有吗？还有啊，还有。那、哦、我随便讲，应该随便有吧。好。谁啊？刘德华、啊。你兄弟吗？像我兄弟吗？我的。哦。我现在随便叫。金城武。哦，对，那个是赤壁，不好意思。该不会张飞有来吧？哦、oh, ，张飞有来吗？张飞谁？国彦有来吗？国彦，班杰，班杰来吗？班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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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
江东团，江东团要来吗？有没有？那个谁？叫我放螃蟹的。阿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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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蒙。欸，大家 stand by 站近一点好不好？跟站都没有 cue， 跟下来 cue 超久，你知道？哎，你们不要笑，原本是没有 cue 他的。你看五虎将好像少一位，对不对？五虎将少了一位。cue 看看，五位会出来真的吗？你 cue 一下看看，叫看看，叫看看，喊一下嘛。兰陵王是好朋友哎，对啊，哎，那个兰陵王对你好吗？他超级不好的，他长得真的很帅吗？我们想知道。哎，江东团，我们还是站一边好了。哇塞，好开心哦！你开心吗？少翔唱歌好听不听？好听不好听？好听吗？谢谢。我觉得今天听到你的歌声非常的开心，对，就是从几乎都是从心而发出的那内心的，谢谢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他发出内心的歌声，是，谢谢。感恩。可是我也想听很多我们的歌声，可以吗？看在你这么多年前叫我一声大嫂的份上，可以吗？好，应该可以，可以到。好的，不管他们了，我直接下歌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在这边呢，我要感谢何米的胖哥还有慧英姐，因为是我们他们三国的制作人，是因为他们，所以我们才会认识，我们今天才会在这边，才会有这么好的感情，所以谢谢他们，感谢慧英姐。